前不久，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谢娜已怀孕3个月，去美国是为了养胎，将缺席5期节目录制。但后来节目组否认了谢娜怀孕传闻，去美国是为了陪丈夫张杰进修。但日前怀孕传闻再起疑云，当事人谢娜在微博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想好做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有强大的承受能力，承受不相信，承受不理解，承受嘲笑。没有人能直接跳过这些，接受认可和赞扬，也有很多人因为不愿意或害怕去承受这些而选择放弃。其实比这些更可怕的是放弃，并在微博上附传2张穿着宽松上衣美照，引起网友的疯狂转发和评论。网友纷纷为其鼓气加油，大呼娜姐变哲人，而其着宽松衣服眼肚的照片更是掀起大家对其怀孕传闻的进一步猜测。有网友指出，娜姐有眼肚之嫌，或许真的怀孕了吧。更有网友直言让波姐承认怀孕与否，而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娜姐对于网友的质疑却颇为谨慎，看来怀孕很有可能已成事实了。